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呢我跟表弟啊要去隔壁村啊帮忙挖这个大房的苗子，要走很远的路程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隔壁村了啊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挖这个中药材大房的这个苗子了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叫挖来要种的啊，看吧，就这么大，这个算小的了。看我们种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大房只有这么小，等到挖来卖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很粗了。你们啊，抱起火炉，哎，大包看。这样子，这还有你家有好多，这是第四。哎呦！妈妈回去不有糖吗？现在不是这个游戏，这个坐车是要开了噶。要。先让他们带尿回去。好的。这我们就挖完了。这个天啊，晚上可能要想下雪的感觉。看，这边全是乌云。啊，天空呢下起了雪。我们现在又去另外一个地里面挖了啊。哎呦，看先前挖到非常的高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数来装袋啊，因为是买的嘛。他们两个下去多不挖好了啊，我们全部扛回家了。看圈里还喂了好多牦牛。嘿，忙也办完了啊，这个大房也挖够了，我们三个现在就回家了。这个天今晚也要下雪的样子。